我选红杏上完口了啊，好下水了，现在是复土的，选完土完了口膜就完事，打棚一蒙，假夹装土的。你小哥都穿假鞋了，穿假鞋也没脚，穿太多来。哎呀啊，这也行，我手最短的，我你谁都不用，这回我自己攻，你快我小丁你歇会儿，累完了都。这样弄啊，这是大板喽，对，买点菜去。得做这么些呢？啊，你负责我整肉菜的。买五个去，四五个。你超鲜鹅，炒一个大头菜，一会儿炸小鱼儿。我花100多块钱挣我两个那个大腿儿。这嗑你先唠的，你不是那我能吃，有你在这块我得给你留着呀。啊？是我是第一个顾客吗？这不是？今天开业的。我听有说开业，咱们屯子的，我得去捧场去。我听他妈说的，说小亮明天开业。昨天说的开业得去买点儿。必须捧场，咱当屯的，那你外地当的捧了，当屯必须得捧。马上，哎，放完了。扁担挑，这多少年没挑过这玩意了？是扁担挑的。来，小伙子们，这小鱼高高包，不用搁那么太多油，油多就不好。把先蒙了。看着点，这小哥挺小。那些人呢？啊，那些人晚上就回来了。看你二姨家建那啥去了？哎，驼，你对。哎，好像使的是那个面。两面都有点小。行，你别买这啥小了，没等我啃没。没有，我哥戴手套了。这头我给手了，给手了。啥给你我是雕。你咋磨那样？锅里饭呢？对，对不是饭，我先。给你点米饭。那米饭。妈呀，老太太，真的不整了，没剩点米饭。你是不是糖那个吗？先分掉。嗯。不给这个肉搁中间。点米饭呢？啊。蘸、白糖啊，老哥。是。给那蒙古什么酒？这米饭又费眼神。儿子。给那蒙古酒给老大拿来，你明儿奶奶那碾米饭吃了，吃好要吃碾米饭。不是这鱼个尖呐，这菜能过这个这个玩意儿。我给你找我大姐认识的人。碾米炖饭，喝呀，吃酒吧。大姐，还碗够不？够。啊，有点。刷碗呀？洗碗呢？不要。吃饭，走，孩子。洗手。洗手。来。吃炖的，炖的吃吧。你俩不知道是啥，你把咱俩连串儿。这这么多呢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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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